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carlett。 今天是2020年4月17日，而影片是拍摄于2019年12月中旬。今天是为大家介绍位于五金连登一家兰州拉面馆。当时去那边主要是为了兑换货币，因为那时候刚刚从中国回来。和货币兑换点相连的是一家兰州拉面馆，也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家。兰州拉面是我们中国十大面条之一，也是中国甘肃兰州地区的风味小吃。虽然在中国的时候我并没有生活在大西北，但是因为我的家乡也有很多拉面馆，所以兰州拉面也是我记忆中的美食之一。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大西北呢，其实是有很多的回民。回民呢，其实就是跟马来同胞是一样的，信穆斯林的，所以呢，他们的餐饮也是属于哈拉的。这是拉面，在这儿能吃上拉面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加这种辣椒油，这应该是他们自己榨出来的，一勺。然后，对，加醋。还是中国的醋。中国人的醋。可好吃了，就是那个味儿。里面什么内容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面，刚才那个它拉出来的，然后牛肉，简简单单的，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。一般兰州拉面它的汤头会比较好喝。嗯。还有就是面也好吃，拉出来的。比较劲道。这在马来西亚的兰州拉面不太好找啊。对。在不给饼铛这边抢啊！其实我觉得兰州拉面这个东西拍到这边是绝对没问题的，因为它也是西北的，西北那边就是回民特别多嘛。你看回民他也是信穆斯林的。我刚来吃的时候已经走了，我看前面有一桌就全是那个穆斯林，就是好像是些马来妹子们在吃，女孩子在吃的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兰州拉面拍这里是绝对 OK 的，蛮符合那个这里的水土的啊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是牛肉锅贴，我觉得应该叫牛肉饺子更合适。哇！不好意思，你真是爆汁了啊！Sorry， 很久没吃这种了吧？其实应该先咬一个口把它忘记咋吃了是吧？嗯，还好没喷到我身上。嗯，它里面有牛肉、胡萝卜，应该还有圆葱，圆葱和牛肉是绝配，特别好吃。哦，对，应该说可好吃了。还是煎的，再有点嘎炸就好了啊。嗯，可以了，挺多的了。嗯、好了。这是在做洋葱葱饼呗，葱花饼，这是在做对不 对？还是牛肉馅饼？葱花饼。OK。它
他们吃的多吗？这个多，他们爱吃，这边的人爱吃油食，是吧？爱吃辣的。嗯，我看好像也有很多马来人过来吃哈。对，马来人特别爱吃这个油大的东西，他们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们是。他们过油的东西都爱吃的很。嗯。我上次听你讲，老板是青岛人是吧？对。这个它都是现做的，所以特别好吃。我要是今天吃不掉这个，我就打包带回家，正好晚上吃。嗯，你看葱油饼的意思就是，它擀一层，撒一层葱花，撒一层油，然后揉起来，再把它摊开，就特别特别的香。对，放点咸盐，放点盐。也是我们中国比较特色的一种面食，你知道大西北吗？就是跟我们北方其实是一样的，就是以面食为主。我就是一个属于特别喜欢吃面食的人。葱油饼呢，就是做出来它是那个面融合着那个油和葱的那个香气，你老远都能闻到它的味道，只是稍微有点烫罢了。其实江浙的葱油饼也很好吃的。江浙了啊，面食还是我妈妈做的好吗？我妈妈以前经常做葱油饼给我吃的。是圆的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没那个饼没你的这个这么大。嗯，香吗？香，超香。给你当助理，搞得我整天都没得吃。你本来是就没往多，你已经挺胖了，少吃点了。所以我不要做助理了，加工资。好烫好烫，喝口一百号。绝配啊，绝配，一百号和啥都是绝配。刚才那个煎饺已经吃完了，然后我再吃点葱油饼。这家吧，其实我也经常过来吃，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我怎么发现他们，就是刚才拍的那个，因为我经常会在这边兑钱，因为这次回中国嘛，正好带了些美金回来过来换。因为这家的老板蛮好的，我们算是熟客了。他一个是帮我准备了一些散的零钱，因为我马上去度假打小费用的，另外一个就是他经常给我的汇率会比较好一些。我上一次过来的时候，其实也来这边吃了一碗拉面，但是因为那天不是饭点儿，我吃的就不是很多，就没拍。今天正好是饭点儿，所以就正好拍一拍给大家看。我是特别喜欢吃的人，对于我来说，人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儿。如果解决不了，就吃一顿好吃的；还解决不了，就再吃一顿好吃的。你的就解决了。你的世界观真是正确啊！就喜欢爱吃的人啊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不给便当，老公是不是这样子念？不给便当，不给便当，就是五级免登这个地方嘛，它好吃的还是蛮多一下子的。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经常过来呢？就是因为这边是游客区嘛，然后就是经常会容易塞车。但是呢，因为有的时候要到万顺这边来换钱，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过来的。这家兰州拉面呢，为什么我特别的喜欢吃这家，就是我觉得他们家全部都是纯手工的，纯手工的东西就特别特别的好吃。现在我们还是要去 KLCC 那边，然后向左拐，等他嘟嘟完了，然后去中国银行咯，然后去把钱存一下。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哈，就是国外来的朋友们，如果你存款的金额比较大，你要带着换钱的那个 receipt 去的，否则的话你无法证明你钱的来源嘛。
款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今天办不到，我去跟他要吧。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中国银行是在双子塔的斜对面。作为中国人，因为比较便利，中国银行也是我们选择使用的银行之一。又加上距离五级免登比较近，所以正常情况下货币兑换以后，我们也是直接来到这一边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你有看完我的视频。下一集我会为大家奉献纪实影片，行管令期间我的生活日常。我是 Scarlett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祝您开心。